将那根配合，将那根儿那根药材，是吧？二倍，一个。俩哎。啊？是一个多少？3.5斤。啊，行点。我说我认为这是铁腿，他告诉我这是后腿削，他告诉我后腿削，这是铁腿，你看的是铁腿，这不是铁腿是铁腿，对，是不贵，这不比买腰腿啊，是吧？这不比买腰腿是吧？微信收款190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远，咱们今天烤个羊腿。咱今天烤个羊腿，我刚才一直想就是说直接生烤了，后来想想这个肉太厚太费时间了，然后我提前先把它煮一下。这两个腿，这一个腿大概也就是3斤多，然后买了两个。这俩羊腿啊比较大，然后换了一个大火。里边放点那个葱姜，葱姜就是孜然粒，花椒。然后再少放点盐，让它有个底味儿。羊腿煮一个小时就可以了，煮一个小时以后咱再烤。我买了一瓶的蒜蓉辣酱，一会儿抹上去。烤吧，两个太大，翻的时候不好翻。这就是抹的油，
行，把这月牙骨给我。我你辣你自己对呀尝吧。嗯，挺好尝。哎呦哎呦呦，这边火大了。你小馋啊，咱俩先熬买着吧。你去烧烤店点一个尝尝。哦，烫烫的烫烫烫，嗯，哇，这酱多啊，香哎，嗯，哎，我给你装啊，嗯，这羊排真好吃哎，那以后俺们吃着你啃个吐了啊，吃了别吃了别吃了，让狗吃了算了。你看看，羊串用椰子，你说这羊排也有椰子啊？没有，直接水煮了。对吧？好吃。妈，你没有那时候蘸点酱吃。弄过来。配上。